这件作品是作为天地渊艺术花坛组建项目而被创作的18号作品，23号路散步路，利用玻璃和陶瓷让象征济州岛和西归浦的马和油菜花、柑橘花披上了红红绿绿的色彩。 济州的大自然和实际房主栽培的花草相互交融在一起，演绎出水彩画中的一道美景，用瓷砖制作的马和花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延续着还可以感受地域韵味的美丽小路。像散步一样边漫步边欣赏艺术作品，还可以了解当地村民生活的地方，就是露天画廊乌托邦路独有的魅力。